次就是搞自己的状态，快快你做了。看起来是真的吗？可以开多一点。那什么？没有啊，你看你从这里就看起来是这里就是有点歪，就是风格不一样。那个到底感觉是感觉不出来啊。我感觉那个那个应该是要躺下才可以。是吗？那你还不躺下？那个是脖子吧？但他怎么这么蓬呢？对啊，那个应该是脖子的吧？感觉太蓬了。对，他其实抱抱睡觉的时候抱抱，对，完整。可以把它躺下来。可以吧？不行。这抽取是卫生纸哎。可以啊，还有两个拉力。哪里有两个？这边有一个。哇！你怎么？抽取式卫生纸，这完全是抽取式卫生纸。我觉得抽取式卫生纸，这完全是抽取式卫生纸。哇！挂在椅子后面。我还可以挂在椅子后面，还蛮酷的。哎，这超赞的，这怎么可以这么赞？哇！我已经破解了这个椅子，哎，这超赞的，这怎么那么方便？太赞了吧！为什么这个椅子？你看，抽取式卫生纸在椅子后面，所以你要，哇塞，太方便了吧！下面，哇，是谁设计的？太赞了吧！太赞了。两百分呢，我们直接破解这个椅子，好坐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你要去坐一下。快去看牙医。我是觉得还不错，我怎么觉得比我的还要舒服？还比你便宜。比你的还便宜。好的。只是我觉得这个椅，我坐一下它就会全部都是油。你觉得你会超热？不知道，但它也不是皮椅。就是有点透气的布。妈妈怎么还没洗好？那你就在那里睡觉。弟弟要把沙发卖，然后买四张这个。碰碰车哦。怎么赚呢？因为这扶手也蛮酷的，它会跟着你动的。我的不会，所以我就把它拆了。拔菜也是好，这真的超赞的。那你要打开那个，想到要我好累。你是卫生纸大师。有个钱。两百分。结束这一回。公司时间。不用啊，直接烧了就好了。你说丢在门口。